都要忘掉吗？对啊，所有。菜。我刚刚说的话，你不记得了吗？谁说的什么呀？我刚刚说，如果我们能够平安的出来，我就和你在一起。叶老师，别闹了。那个在摩天轮上面吗？我以为你是顺着我的话才答应我的，对吧？我当然不是那么虚伪的人啊。这也不叫虚伪，这叫善解人意。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就当我没有说过吧。嗨，真真的，你要反悔来得及。带你去吃好吃的。我们都死里逃生了，我点瓶啤酒。我不太想喝，我就想让自己更清醒一点，好好体会这样的感觉。哎呀，我都说了这么多了，再说说啊，你为什么会喜欢我吧？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真实。从来不装大，不装小，接地气儿，还很热血。哎，就没有其他的了？就这些了呀。就这些了。啊。再说说嘛。就这些了，还不够啊？够多了。哦，那比如没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，或者……得了吧你。